世界不遥远，慈悲爱相连，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。战经的第三句说，堪足人天功德主，这是赞叹净宝伊会当做人间天上的功德主。实在讲，功德这两字并不简单修，并不是讲单发一念的心，捐一笔钱就有功德。咱若是要讲较严格，安怎才叫做有功呢？做一件好事，必须发心真正是利益大众，内心无什么自私自利的念头，佮真正有产生利益大众的功效，才当叫做有功。甚至做了以后，互人嫌，互人骂，无人感恩，嘛同款袂替心，袂委屈，为家己辩护，佮同款欢喜做落去，用这种的心做出来，才叫做有功。咱搁再讲功德一点，得安怎才叫做有德呢？心地不灰才有德。咱在做一项工作的时，无感觉伊较歹，我较好；伊较唔对，我较对。内心不受这莲藕是非种种的误占，无这杂念分别，才会当产生真正的德行。所以讲，功德两字是无简单做到的，这是由自性清净心内面发挥出来的功能。如果未当做到这种程度，只是有福报。迄种福报，也阁有烦恼的污染，也阁毋是清净的福报，清净的功德。净宝是爱由内心的清净下手，内心清净，放出光明，才会当堪足人天功德主。最后一句讲，坚持戒行合。不为要持戒，是爱有非常坚强的信心和愿力，才会当做落去。所以叫做坚持。坚持戒行合不为？为什么坚持戒行下面搁加合不为这三字呢？这是要教咱不但爱坚持戒行，而且得爱经常一站楼，搁再爬一站，爬较悬嘞，搁再提高程度，互心持戒持较自在嘞。咱开始学习持戒时，照这个戒条认真去做，但是内心也搁有一个挂的持戒这种观念。那是有人讲咱犯戒无持戒，咱就感觉讲我就委屈嘞，我是足认真持戒啊。这就是搁有一个我的观念束缚掉嘞，所以会感觉委屈，因为也搁有感觉一个我底下在创什么，所以我会疲劳，会退心。如果咱平时生活会当坚持戒行，坚持到变作真自然，也无特别感觉在创什么，但是所做一切行为拢自自然然和戒律相符合，亲像咱透早起来刷口洗面，自自然然就去做，并无感觉特别在创什么。自自然然就会把它创得好洗好洗，也不勉强，也不辛苦，
在无感觉家己在创什么当中，所做的代志，各拢会当含糊一教法相符合。这首赞叹经播的吉祥非常好，咱若是每一天都念这首吉祥赞叹经播，念坚持戒行学不为，对当提醒咱，咱就爱坚持戒行去做，而且做到真自然、真自在，把咱原来自我的束缚嘛解脱去，安尼就是真快乐、欢喜、自在世界。咱大家知影，冰含水含魂，伊是共一种物，共一种的化学构造。但是如果温度较低，在零度以下时，伊的力量、能量就较低，伊就会结做冰。冰是一块冰酷酷，真歹变化，未流动，阁未断色，阁会脆去。若是温度较悬，伊的力量就提高，就像做水，水对当转弯，对当柔软变化。如果力量阁再提高，变作云，伊对当伫天空飞来飞去，皆真自由。由这咱就可以体会，同款物，同款的内容，因自在程度无同款。古早有人去请问禅师佛法，禅师回答伊一句：云在青天，水在凡。意思就是云在青天，广大的虚空飞来飞去，但是水也搁藏在水干那内底。由这咱就可以体会，坚持戒行的心态也是同款安尼，同款坚持戒行，会当持家亲像冰家，真冷真冷，未叮当未凹弯。但是如果可以由冰化作水，同款是迄个清净的内容，伊就会当较柔软、较流动、较转弯。这道譬如，世界同款拢清净，但是内心变作较自在。搁再讲，讲这个清净的水，伊嘛可以搁提升变作魂。伊的清净并无改变，但是自在程度搁较悬，会当进一步迈去乎我的世界，这种念头拔掉嘞。以前有人去拜见上供下勤老和尚，看老和尚达工在人山人海当中度遐人济众生，伊就真赞叹讲：老和尚，你真不简单，度遐人济众生。老和尚只是真平静甲伊讲：我达工食饱，永远无代志。拢无感觉在创什么。实在讲，老和尚的代志，那是要予咱做，咱一定感觉真无闲、真忝。大工做甲真疲劳，因为咱是有所为，有感觉讲有一个我伫遐咧创什么，所以就有迄个我去创甲足忝的。因为老和尚已经解脱这个我的观念束缚，伊拢无感觉有一个我伫遐在创什么，所以伊也无迄个我伫遐做了真忝。伊每一工成就真济功德，但是伊拢无感觉伊在创什么，这就是叫做无为。老和尚这段开始，对咱学不为有真好的帮助。咱搁再讲一件
道和尚的公案。以前有人去住托城圣天寺住几个天，发现老和尚每天都坐在那里打坐，一坐坐几天。因为咱一般人那是打坐无多久，脚的麻个酸痛，无爬起来爬山。老和尚竟然一坐坐遐尼久拢变叮当，一个人就真感慨，赞叹老和尚讲：“哦，老和尚，你无简单，会当坐真久。”老和尚嘛是真平静，亲像拢无代志。甲伊讲，你久，我无久，是因为咱烦恼的心变化伤过侪，才会感觉讲过足久诶。老和尚一心安定，过偌久嘛感觉无偌久。老和尚是无违法，伊无感觉伊在创啥物。伊嘛无感觉伊伫遐打坐伫从啥物，所以坐久嘛无感觉久。咱凡夫是拢有为法，有所为，心阁袂安定，所以这一时啊，就感觉真艰苦，真艰苦的真久啊。即个坚持戒行毫不为，就是教咱坚持戒行当中。佮爱不断提升程度，做到自自然然，佮佛法变成咱的生命，无感觉得从甚物。下面咱佮将这首偈念一遍：净宝清净不思议，心毗如来福殿衣，堪作人天功德主。坚持戒行毫不为。以上是讲菩萨必须爱每天拢用吉祥来赞叹三宝的功德，用口业来供养，显示出对三宝的恭敬。同时嘛是提醒咱家己爱发挥咱内心三宝的功能。平时咱若是入佛堂，就拜三拜。做功课进前，或者做了以后，嘛拜三拜。大部分的人拢靠用礼拜做行业的供养，较少练习用口业来供养，用口业来赞叹三宝。其实咱的嘴并不是干那要生来。吃饭，先来讲一句无营养的话。咱的嘴会当作真大的功德，有真大的功能。赞叹就是其中的一种。这种的功能是爱开发、爱训练的。佛规定，咱受菩萨戒人，每一天都爱安尼赞叹，爱安尼训练。训练咱的嘴做有意义的用途。咱平常拜三拜，第一拜是拜十方三世所有的佛宝，第二拜是拜十方三世所有的法宝，第三拜是拜十方三世所有的净宝。咱伫拜三拜的同时，嘛是唤醒咱自性的觉醒，自性的净化和清净，所以唔通对人好礼好道拜三拜，好三下都拜起来，那安尼就无达到顶礼三宝的意义。平平拜三拜，善用心念，会晓提醒家己的人。含无善用心的人，功德是差真济。咱大家每辈都有自性三宝的宝珠，要善用的人，伊当下就得会到。要提个帕格佬，
甘愿甲伊错过人，都家己得袂着。下面咱阁继续讲盖文下一句：乃至不能一点静心者。这句意思是，甚至袂当提起一点清净的心。这句是在讲咱意业供养的最少程度，必须爱提起一点清净心，那不会得缓解。咱上面已经讲过，身业爱礼拜，口业爱赞叹。这句是讲内心的意念，咱的意念在一天内面一定最少最少爱有一点清净的心，用一点清净的心来供养三宝。咱一个修菩萨的人，在规天24点钟内面，如果连一点清净心都无提起，无法供养三宝的心，安尼就太过离谱啊！规天遮尔长，拢在创什么呢？为什么连一点清净心要供养三宝都做不到呢？以上第一条境界概文意思就是教咱每一天最少爱对三宝各顶礼一拜，最少爱对三宝各用一首偈来赞叹，最少心念爱用一点清净来供养三宝。那是无安尼做，就是犯戒。概文讲，是名为犯众的犯，就是叫做犯众的犯。众的犯是前面所讲众多的脱戒罗罪。脱戒罗咱讲过是恶作恶的行为，卖使讲得到失意罪，失去菩萨精进用功的本意。咱若是有一天无安尼做，就是叫做恶行为咯。讲到这是讲盖文的前半段，咱甲盖文前半段搁念一遍：若菩萨住六义界，以一切一业中，六佛在世，六佛塔庙，六法六经观，若菩萨修多罗宗，若菩萨摩得力克宗，若比丘经，若十方世界大菩萨众，若不消多供养乃至一地，乃至不依一机赞叹三宝功德，乃至不能一点静心者，是名为犯众的犯。下面的解文要讲到犯戒判罪的轻重，咱要注意，这个罪并不是别人加给咱的，不是佛祖或者是护法菩萨处罚咱加给咱的，是咱家己起心动念不对，行为做不对去得来的。咱的心若不会这样做，什么人也不能说我们有罪。较重罪的意思就是犯错较严重，也对于我们的佛性误解较严重。在我们这本菩萨戒本经，将犯轻戒的罪过分作染污气和非染污气。注意这是气字，就是在看咱当时犯戒是安怎起因，安怎起心动念。意思就是说，决定
咱凡界是凡动，也是凡轻，是由咱当时的动机是什么起因，当时的起心动念安怎来决定。如果凡界的当时所起的心念是比较较沾污的歹念头，就是犯着沾污气，迄款的歹念头对咱的佛性有较大的污染，所以它叫做沾污气。如果同款做唔到一件代志，同款犯这个戒，但是当时心中并无真严重的歹念头，只不过是一时疏忽，或者一时未积极利益，这种的起因都属于非沾污气。也就是说，并不是真沾污的起因，叫做非沾污气。有这，咱就可以了解，同款做一件代志，同款换一种个性，起因无同，当时的念头无同，也罪过是无同款的。咱上面是先做一个总说明，说明什么叫做沾污气，什么叫做非沾污气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。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护法诵经日，药王药上殊胜功德日，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三昧水忏，护生慈悲施食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。日期9月24日星期六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22123233 0722123233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。高雄中山书坊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。新逢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，持戒地人天，忏悔除罪障，放生解冤结，福寿广增延。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八关斋戒护生暨礼拜大悲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，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 0398993190 0398986860 0398986860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：因与果可分为两者吗？上师答道：一一有情众，皆具正五执，佛超越时间，不分因或果，
无有新事物可寻或成就，对此你可以坚定信解。作家佛母向上师问道：我们应当拒斥爱与恨吗？上师答道：五毒无需予以拒斥，觉性亦非虚达之事，敌人非是憎恨标记，亦莫以爱弃己与友。你空性的心是一切的作为者，因此你可以坚定信解，五毒情绪乃自行消融。出家佛母向上师问道：轮回与涅槃各自为恶与善吗？上师答道：轮回自性乃为一缘法，一缘亦指非时，稍即逝，瞬间即逝，其自性为空，超越善恶，乃恒时空卯，对此你可以坚定信解。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：三身是如何在一己之内的呢？上师答道：心的空性自性是法身，其能知为报身，其不受限的功德为化身。你可以坚定信解，三身本初即在一己之内，其根本上离于三毒。出家佛母向上师问道：法性的自性可运用于修持之中吗？上师答道：了证自心其空性本质时，如见佛果非须到达之处，亦非借由皈依三宝而得，非为借由努力成就而造之物或法，对此你可以坚定信解。